们之前在介绍墨，这个墨也是中国发明的这个啊画画或者书写文字的一种这个啊材料。那、啊、这个墨呢，它本身是用黑烟类的取这个那个烟黑烟，然后我们加上这个胶啊，加上胶，这个就像这个啊胶是属于水性原这个水性的这个包括原料哈、哦，它是属于附着剂啊，加上胶，然后有些再加上冰片，冰片呢磨起来会闻到很香。那这个我们这个做墨哈、哦、非常的辛苦啊，这个做这个墨啊非常辛苦啊，它就跟做那个做馒头啦，做那个麻糍呀、啊，这个麻糍啊，这个墨要经过千锤百炼。那墨为什么要经过千锤百炼呢？那这个，所以做墨的地方是乌烟瘴气的啦，黑黑麻麻的，然后手上也是一样啊。那这个要千锤百炼以后，它这个墨呢，它里面呢才不会有空气，才不会有气泡。那有气泡的话，你天气冷胀热缩，它墨就会裂开来，所以不容易保存，所以一定要千锤百炼。那墨里面加的胶呢，也不能太重。啊，跟这个胶啊，那重胶的话你就磨不出墨来，所以要轻胶啊，胶没有也不行哦，你墨也没办法附着在你画的纸上，所以呢要加的适当，所以这个老师傅都是凭经验的啊，都是有做墨都是有他的这个诀窍。那这个墨呢，它这个黑烟呢啊，我们分为两大类啊，第一个是松烟。那松烟顾名思义就是我们取那个松树的枝啊去烧出来的烟，把它收集起来去做的这个墨条叫松烟墨。那当然啦、啊、松树是非常珍贵的这个针叶树，那松树的这个要收集也很困难，所以松烟感觉上真的是非常的珍贵，但是问题是我们书画界松烟的墨事实上它很珍贵没错，但是比较不适合来画我们的国画的山水、啊、或花卉这一类的。它这个松烟类因为它比较不够黑，画起来比较清淡，所以适合来比如说写毛笔字啦，或者是画四金子比较这个清淡优雅的，这个可以用。你用的墨量非常的多，或者是你是写书法啊，或者是你画大的作品，或者是说你希望不要每次都磨墨那么麻烦啊，那你就可以准备一台磨墨机啊，现在市售有很多种磨墨机啊，但是现在你看到的这台磨墨机，我是台湾也是两岸第一个啊设计出这个磨墨机的第一人。我在这个大概在1971年左右啊，我就设计了第一台磨墨机啊，就是来磨墨用的。那这一台呢，现在是第二代的，已经有稍微再改良一点，用现成的这个啊这个一些材料去制作的啊。那这一台呢，像这一台的磨墨机呢，这台磨墨机它这个像夹墨的地方啊，它有三种的夹墨方式。啊，一种可以夹这个比较细的圆形的墨啊，那有比较大的洞夹这个粗的啊，像这个粗的圆形的墨啊，另外有长方形的可以夹像这种扁形的墨，那我们的墨离开就是不是圆的就是扁的啊，像这种的。那这个墨夹好了之后，我们这个啊，我们现在是用这个茶海再来磨墨啊。那你磨墨的时候要记得啊，你这个砚台里面放的水啊放的水不要这个用生水，一定要用滚烫的热开水，这个不要碰到生水。那你用开水磨出来的墨，然后你磨得很多的时候，你可以拿一个罐子把它装起来，然后放在冰箱冷藏，这样的话可以摆很久不会坏掉啊。你要用的时候它可能结成果冻了，你再用隔水加热啊，放在水里让它融化啊，就里面的果冻融化啊。
那这样的话，这个保存的期限呢，甚至可以长达到6个月不会坏。那这个最主要就是说，以前我带学生啊，到大陆去写生，一去至少都2个礼拜。那以前这个磨的墨碰到又夏天，那墨就很快就变质了，因为我们墨里面含有胶，胶是它的附着剂，那这个会变质都是因为胶腐败的。那后来我就想到说，哎，用热开水来磨。那热开水来磨的话，本身基本上它是无菌的。那你放在瓶子里面，出去2个礼拜，这个墨都还是一样啊，不会变坏啊，不会变成这个树墨那一类的，会脏脏的，墨色还是一样的。那我们这个放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再把这个啊，这个把它转开来啊，转开来把它降下来。降下来之后，啊，降下来之后，我们再把这个墨啊，这个砚台啊，再把它拴好，那这个位置要把它调好。然后把它拴紧啊，拴紧。那这个砚台的使用示范一下啊，那这个一定要调到中心点，然后它就自动会把墨磨好啊。那这个是机器在磨墨，就不用我们自己磨了，因为磨墨要花一段时间啊。现在人讲究效率。那所以有时候你灵感来的，或者是你想画画啦，啊，没有现成的墨啊，墨汁的话，啊，当然你是不能用这个，用这个对你的作品是一个很保存上是一个很大的损害啊，绝对不要用墨汁啊，一定要用磨的墨，你的作品才能够保存长久。这个也是代表你这个啊，对于书画的这个专业跟敬业跟这个负责任的态度，所以你一定要用磨的墨。磨好之后，我们再把它挑起来，啊，再把你的墨啊，我们再倒到这个啊这个瓶子里面，再把它装起来。那需要的话，你就啊要多少倒啊这个挤多少出来用，非常的方便，跟墨汁的效果一样啊，那么方便。但是呢，它的墨是磨出来的，可以保存长久。这个是圆形的墨条。啊，有粗的，当然也有细的。这跟这个达摩真身一颂，这是以前唐文斌啊，唐文斌做的，这个是台湾做墨做的最好的。那现在已经是绝版了。那像这个是古墨啊，这个已经很久的墨了啊，这个都是老墨那这个都有收藏跟观赏的价值，也都不拿来用了。这个听说古墨这个也可以当中药，那像这个我们如何选择这个墨呢？啊，这个墨最重要就是要磨出来要会黑，要容易花墨，就容易磨出墨来。我们可以啊手沾水啊，你如果选择的时候手沾水要青胶，墨一定要青胶才容易花墨磨磨看。啊，这个容易磨出墨来的都是好的墨，胶质比较没那么重，啊，青胶的，现在我们来讲的是墨，这个墨呢，有些做得蛮大根的，像那个棒子一样的，圆形的，就是用螺的，把它螺成圆形的，这个重量不同。这个有像这个比较大的，这个稍微小一点，这个再小一点的，然后也有做成像这种的，这个是接起来的那像这个是铁塞翁书画墨，这个铁塞翁书画墨这是上海墨厂制造的，这个是属于这个油烟类的这个是画画最好的墨
那油烟的话它比较厚重啊，这位写油烟101啊，油烟的话来画山水，来画这个花卉山水啊，画画都非常好啊。那这个是松烟墨啊，松烟当然是很稀少，用松树的枝啊，树的枝干来烧成的这个墨。但是呢，松烟墨，我是觉得松烟墨只适合来画小品，或者四君子，或者写书法，因为松烟墨它比较清淡一点，没有那么厚黑，所以画山水比较不适合。所以最好还是用油烟墨，我们画画还是用油烟，这是松烟。那这个墨呢，啊，纯松烟啊。那这个墨呢，我们如果用完了剩下一点点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磨平，再用浓的墨把它涂一涂，然后两边对接起来，干了以后它又可以继续用了。这个墨啊，啊也是一样，如果说你磨了剩下一点点，不要丢掉啊，这是那个比较节省一点，而且是小诀窍哦，就把它磨平了，然后再找一根墨磨平了，用浓墨，用你磨好的浓墨两边涂一涂，接起来，干了以后它就接在一起了，而且非常的牢啊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不浪费的继续把墨用完。